这个阶段，嗯，大概20-30分钟。好，我没有在实际上计时。不过像这样的大笔，你就要尽量用到非常极致，让整个画面呢都能够在画上去以后呢再停下来。再来呢，你才是精确的定位。你可以用比较小一点的，大概1/3或者1/3的笔，那这样就可以了。